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啊！我们继续这个疫情隔离这个游戏啊，这是第三部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看的视频，可以在下面留言，帮助我这个订阅我的频道，谢谢大家。上一个视频呢，我们那个 NPC 已经去被那个疫情拖到洞里给宰了啊。我们现在是继续寻找这个线索，去跟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 spaceship 原来的空间我们的宇宙飞船去取得联系。目前来说呢，还是没有拿到任何武器啊，没有拿到任何武器。这个洞打开的声音其实是有一点恐怖的。目前还没有拿到任何武器。然后唯一可以作为武器使用是一个这个 manly 的，就是近战类的一把扳手。这块目前看来好像也没有路可以出去啊，也没有路可以出去。看一下地图上的话，这两扇门都是打不开的。这一个通道也是爬不过去啊。理论上就是应该是我们是搜索这个区域拿到我们那个 data cell， 给那个一个东西更换那个 data cell 就可以再次使用。这边是我们刚刚可以储存的一个地方。这种空洞都是电影里的话，这种类型的空洞都会理论上都会就是出来这个疫情啊。我们可能需要原路返回了。目前看来这块没有什么，目前看来这边没有任何东西，下面也已经搜索过了。但是应该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过来。我们上去的话，应该还是回到原来那个，我们跟刚刚几个匪徒一样的人在那边交战的一个地方。目前门也被锁住了，意思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门会锁住呢？应该是可以出去的。我们刚刚应该是从这儿过来的。那应该就只有这边这一条路可以探索了。那我们就再仔细找一下，这边究竟是在哪里呢？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可以过去的地方，这边是有一些箱子可以拾取，可能里面是有东西的。地图更新了，看一下，更新的是那边。所以理论上这个 data cell 应该就是在这边。好，总算找到我们第一把武器啊，这个单手的这一把左轮手枪。是一开始跟我们交战那些人使用的。好，然后我们先储存一下，防止死掉。就像我刚刚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这个游戏的储存你不是说直接摁储存它就储存的，它是有个三个闪灯闪完以后它就真正才存上。也理论上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闪灯闪完之前被攻击的话，还是有可能储存失败，然后就是可能要去回到上一个储存点。目前门还是都没有开啊，虽然找到了
我们这个，哎，这边还有一个箱子，就理论上应该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找到了一个 key card， 这个 key card 是否能够使用呢？啊，是可以使用的。啊，这个门就开了。那我们等一会儿再过去啊，这边还有没开过的门。是在那边，去那边看一下这个 key card 能否被用来使用啊。啊，这个是不行的。这个 vent 就是通道打开的声音，还是让人很头疼啊，还是让人很头疼。不行，那个 T 卡就只能打开那个后面那扇门，所以我们没有别的路可选，只能从那边走。游戏整体气氛非常好，非常好。从第一、第二个已经看出，虽然我们还没有正面跟异形有任何接触或者交锋，但是随着 NPC 被异形拖进洞里，那个还是很恐怖的。你看这个瞄准也不是直接就能瞄准，它是慢慢缩进去的一个镜头啊。既然交给了我们武器，可能就需要我们在这边使用了。我觉得，看一下地图 ，data cell 理论上应该就在这边桌上。那边是有一个已经被。有一些物品我们已经满格了，就是你说明物品是有上限的，物品是有上限的，有14发子弹，现在目前不是很多，而且不确定这个子弹对异形能造成什么样一个类型的伤害，什么样一个类型的伤害。这个上面看上去来说是应该就是在这个Techy support 的这一块找我们需要的这个 data cell 啊。好，拿到一个新的这个蓝图，可以制作这个 smoking bomb。 你看一下，可以做一个出来试一下。是一个烟雾弹啊，是一个烟雾弹。好，这边暂时没东西了，我们继续往前探索。这边还是进不去啊。目前来说，这个区域被锁住的门很多啊，包括从第一个场景开始。这个声音不是很好啊。先搜索一下他身上，身上是空的。这个是闪光弹，闪光弹我觉得可能对异形来说比烟雾弹更有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flashman， 制作一个。好，目前就做了些，希望碰到异形的时候能够使用。就像我说的，太多门已经是被这个锁住，我们进不去啊，我们进不去。所以目前游戏进程还是很缓慢，还是很缓慢。啊，这个应该就是那个。Files corrupted 啊，文件损毁了。
因什么状况？不不，这个声音出来都不是有好事发生的。目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我目前也没有找到有用的东西啊，这个 data cell 理论上应该是在这个房间里，但是没有看到在哪里。这个东西是可以打开的，那这样的话就是 data cell 可能是在我们一个进不去的那块地方，所以我们再打开这边一扇。那还需要打开这边一扇。好，找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data cell， 加入以后我们就拿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东西。好，需要我们走到那边去，那个这个黑客那个电梯的那个东西，可能就比较危险了。哦，这个还是手动的，还不是自动的。不太确定如何使用啊，这个啊是这边啊，需要用这个一和这个啊，三个图案组合，好，它搞定了啊。总感觉这个情况不是太妙啊。好，警报解除了。这个门应该是可以用这个打开的。对，我们先调频，好，调到这块。首先是这个图案，然后是这个图案，是这个图案。好，门就打开了。虽然是很方便啊，但是这个东西花费时间比较长，万一有个异形在后面追你的话，这就比较麻烦了。我来看看这锁住的房间里面有什么。得到了一些子弹啊。我对那个向上的那个黑色的那个风洞还是挺恐怖的，我们先储存一下。现在三盏灯亮完，好，游戏就可以出城了。继续往前走，我们要去到电梯那块，但是我有个预感，就是既然拿到了枪，基本上就会遇到异形了。
目前可以探索区域还挺多的。啊，这边已经被 lock down 了，我们已经回不去原来的路了。这个门打不开，目前可以往前走。这个门是可以被打开的，应该。暂时看一下房间没危险了。这个是这个图案，三个图案组合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大概花费五秒钟左右能搞定，但是这五秒可能性命攸关啊。看一下这个 terminal 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是有 utility 可选，但是 utility 没有任何用处。看一下地图啊，可走的地方就只有那边。先搜索一下是否有有用的这个一些物件啊。应该是打不过了，我操，这大尾巴，感觉往那儿走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没别的路，上方空间也看不清楚，比较恐怖的地方就是这个上方空间也是看不清楚的。先把这个门打开，这个是可以通到那个空间的一个路，这样我们至少有个逃命的地方。这个就是电梯了，应该。不是电梯，我们应该是往那儿走吧。但是那边是没有路的呀，这边应该是没有路可以过去。看子弹是能够，子弹是不能那个制作的，说明就是主要的武器不是这个枪，应该是使用一些自己制作的东西跟那个异形周旋，然后尽量避免战斗。目前不知道在哪，能听到声音。这个门过不去啊。这边 lockdown 已经被解除了。这个
就像我说，这个孔洞打开的声音太恐怖了。楼下好像是没有地方可以走的，只能往上。这个游戏其实不太适合做直播啊，有点恐怖，因为有时候吓一跳的时候，你话都说不出来。目前没有看到那个异形啊，目前没有。这是哪个图啊？应该是这个。加这个，加这个。这是什么声音？应该是枪。应该是枪的声音，这个。我们看一下啊。这两个是一开始被我干掉的那个，暂时没看到异形身影，我们能走的只有那条道。对，只有那一个地方可以走。音乐非常紧张啊，非常紧张。我本身玩这游戏也非常紧张，手心都出汗了。解锁。好，这个暂时安全啊，暂时安全。两人跑了，这回到了哪块啊？暂时不确定啊。这门过去，这个没人。Hello, my name's Ripley, Amanda Ripley. I need your help. Please take a seat. Someone will be with you shortly. 我靠，这个是个机器人吧？Take a seat. 我坐哪儿？没地方可坐。把那个我把空气那个净化装置关掉了，
但是感觉又看不清楚，我们先把这个还是先过去看一下那边是什么情况。这个是刚刚那个可以开门的地方，应该是。这前面呢？这边也有一个门。那边应该都是机器人，机器人不受那个攻击啊，不受异形攻击好像。焊枪还没拿到，这些口都打不开，我们目前还是只能往那边走应该。但先探索一下这个区域，如果不行我们就把那个空气的那个净化装置关掉。I need to get into comms control. It's urgent. That is a restricted area.It's an emergency. Don't you realize what's going on? Apollo has the situation in hand. Your registration is almost complete. Forget it. I'll find my own way in. 看来需要自己找条路进去啊。这边的话，应该只能往前走了。那是。Some kind of tracker. It's been modified. 啊，这个在电影里有过，这个是可以看到这个有没有异形接近你的。吓我一跳。No, no problem. 绿色的点应该是友善的，红点应该就是那个了。这个应该挺有用。就拿着这个走，至少能清楚的知道附近有没有。而且拿着这个时候是视线会模糊啊，因为你聚焦到了你这个探索器的这个屏幕上，然后你那边就那个 blurry 就模糊了。这个应该就是控制中心吧？但是如何进去呢？目前所有的门。应该是那边是可以打开的，这边有一个 access panel， 我们把空气净化装置关掉，然后把那个门是应该可以打开。哎呦，也没有，只有空气净化装置 speaker， 但是没有 lighting， 没有门。那要去哪儿呢？只有在一开始这块有个门的控制器啊，那肯定需要先回到那边了。
在这边可以是控制的，把这个关掉，把这个也关掉，开启这个。虽然那边那个，哎，但是门可以使用了。我们先去这个门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因为反正也看不清楚了嘛，你就可以拿着这个出来看了。这要有一红点突然出来也是挺恐怖的。哎，就这一块是那个。嗯，也没有别的门可以进去了呀，这个该怎么办？气了，真的。这块都没有地方可以过去的。看一下这个是否能啊，这个有到 access， 好，打开了。那是否那边的门也打开了呢？啊，没有，就那一扇门打开。它每个电脑控制是一个。来到了这个记录点啊，哇，这里面是完全黑暗状态。宇宙空间站这个东西本身就让人挺恐怖的，它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你也不能往外跑嘛，对吧？往外跑就是宇宙太空了，在这里面要出一个异形，跑都没法跑，要不就把它干掉，不然早晚被它抓到。探索一下这边，这个是二楼，估计这个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用的。啊，这个是这个消毒室一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没危险啊，这边。又找到了一个东西，是 noise maker， 就是可以发出噪音的，估计能吸引这个。先造一个，是能吸引异形吧，可能到时候。
们一开始从那个门进来的。那边里面是有人的。Let me in. I need to contact my ship. I told you about that. Ripley, Amanda. You have now been conquered. Apollo. Welcome to Sevastopol. There's gotta be another way inside. Find another way. 那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了。这边既然不欢迎我，这个是个什么呀？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要在那里面。要在那个格子里面。我靠，这还挺难的，没那么简单。我靠，最后一个太细了。好了，打开了，这个还挺难的。这个如果有后面异形追我的话，我得试好多次。完了，要爬通道。哇，这个通道里面好像这个不是特别好使。Let me pass. It's me, Hughes. Don't you recognize me? Listen to me. We've got to reestablish long-range communications. You're becoming hysterical. Get back! I'm warning you. Tut.This is all this after me. 机器人是不怕墙的。Oh my God. 不好，这个机器人直接把人干掉了。理论上应该不会啊，机器人三大守则第一条就是不能伤害人类。这个已经 fucked up 了，这个空间站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好，可以出来了。Avoid detection， 我靠，这个东西是个。那是个扫描的是吧？这块暂时过不去，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吗？见人就攻击是吧？我操，这货也打不死，我靠，这边还叫了一个。
为你斗，我先跑。哎 ，Come on！ 电梯怎么还没来？完了，我不要你 help me， 非常不需要你 help me。拜拜。哎呀，看来需要使用这个，造一个。Central Communications Hub seeks an employees only. 好，先储存一下。应该是不能让那人发现的。那哥们儿在那儿，还好就一个，绕过他就行了吧。不止一个，有两个。我应该是要去哪里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 comms control 了。又要发一个信息给我们自己的飞船，但是那边都有人把守我们过去，而且那些东西是打不死的。我们往上走走看啊。这个要解码才能进去，我们看看这个里面有些什么。
是刚刚的那段通信。是一开始，这个暂时没什么有用的。Local communication 是不行了，camera feed。External communications disabled by order of Apollo. Facility offline. All outgoing communications open. That's just great. Internal communications open on limited channels. Gotta be someone in the station I can contact. 找到 alternative 的 contact. 那这去哪找？这个是不知道在哪一层。哎，这边有个通风管，爬进去看看。不可，直接掉下来了我。这块啊，那这边都探索完了，应该只能往回走了。好，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给下面给我留言或者点赞，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谢谢。